初夏午后的淡水，河面波光粼粼，带着湿气的薄膜，透着几分清闲。阳光从树影筛下，随性地泼洒在庭院之中。草地含着昂扬的绿意，饱满而慵懒，典型印象派的天气。老房子散发着木头的香气，凝结在每一个角落。林育英气定神闲，为新作品准备着。桌上堆积着看似无用的碎布，永乐市场所捡剩的，家里不用的旧衣服。挑着，选着，手中触摸的是布的质感，眼中看的是色彩，脑子想着的是造型。碎布此时却成了画家调色盘中的油彩，隐隐的有了生命。他信手而就，在纸上约略地勾勒了草稿，顺手挑了一块布，以想象力剪了一个造型。刀顺着布的纤维游走，灵巧熟练，仿佛如同剪纸般。如此反复，于是纸上布满了造型不同、色彩各异的布块。时而鲜明独立，时而交叠反复，近看不明究竟，远看却是风景。写实中带着抽象意味，犹如后期印象派的风格。林女士的话呢，我在看了她的话，觉得这个人是比较很热情、很奔放、很洒脱、很干净利落，可以在画面没有拖泥带水，哎，很像梵高的这种用色的大胆。也可以说在造型呢，也可以说，很像马蒂斯这么样野兽派的这种，在生命上启发很难得。其实很难相信，这样的作品，居然是碎布一块一块的拼贴而成。乍见不贴画，只见它厚重、沉稳。色彩饱和，太多的人都以为这是油画，随后便是惊叹，原来这是布贴画，一种看似简单却前所未闻的艺术形式。这不禁让人好奇，是什么样的巧手与巧思，创造了让人如此惊艳的佳作。54年结婚，55年民国嘛哈，那你看那个时候的所有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待遇都很低嘛，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也是比较高级的，就说高级职员的工作嘛哈，所以那个时候来讲就没有从事于画画的事物，因为没有时间在做画画的事情啊，也没想到自己会走画画这条路，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呢。作画就是想要搬家，要布置房间嘛。那想布置房间的话，当然就希望有一幅这个大一点的画。那有幅大点的画呢，因为感觉到搬家的时候家里面整理出来就有些碎布了。以前因为做成衣都有很多剩的料子嘛，碎布。那也有好像搬家装潢剩的木板啊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我有到手工艺品中心，比如说说要买家饰啊什么东西去看过，人家有那个时候流行就用那个 butterfly， 就是蝴蝶了啊，蝴蝶就用它的翅膀拼画，那虽然是小小一幅，它就是各种蝴蝶的颜翅膀的颜色来拼画。那我想蝴蝶的颜色不过是取蝴蝶的那个颜色就可以作画的话，那我那些碎料子也有各种颜色，当然也是可以作画，所以我就用那些现成的手边的一些碎料子和那个木板，我就尝试说用那个来作画，所以这就开始我第一幅画就是这样子开始做的。一个无心插柳的念头，将原本对艺术仅止于喜爱的林育英，把自己潜藏的天分释放了出来。林育英是个乐观的人，他不计较创作的得失，也从未打算借着作品争名逐利。在创作的路途上，他追求的是单纯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自在创作的快乐，使这条艺术之路延续了下去，也使得不贴画展现出了自由挥洒的风格，正如同林育英，一个奔放而活跃的艺术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个很突出的、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是艺术，他是画，他是画啊！我们不管他取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是有颜色、有线条、有东西的一个作品。并且是他经过他直觉的这个头脑里面重新把他这个编组出来的。我说艺术家不一定是要科班出身，我想就因为没有这个科班出身，他的背景就不会有影响，他就会大胆的去创作。一个人个性跟他天分还有关系，他个性很开放嘛，然后要有天分，你说没有天分的人，你说他搞不出来啊？哦，像他不管一张随便贴哈，他还是贴出来蛮好看一下的。说他的感觉是一个艺术家的第六感，在体会到画面的处理，这是很重要。不是艺术创作，不是模仿，艺术的产生是感情的产物。艺术的表现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他的在表现方面给创作们都发自于内心的这种达到了生活艺术生活的一部分，很有创意，不受拘束，充分的自由。他抓住了自由，他就抓住了创作，他就抓住了艺术的根。我是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能力，他不会说到害怕，他不会说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结果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敢带着一堆材料让他贴呀、他弄啊，这是他的才气。这个跟美国的 OPE 艺术啊非常接近。我想林女士她不知道美国的 OPE 艺术怎么样，她不知道。但他所做出来的，比如说这种绿色，他完全是自己的感觉这样贴，讲起来又橘色，又绿色，又红色，然后蓝色，什么都有。同时，这个图的形各种来讲，跟欧普艺术的那个就是、说是60年代美国流行的欧普艺术的那个作风还非常像，那些大师还非常像。这个后面的贴法讲起来跟我想大家也知道野兽派的马蒂斯有一点马蒂斯的味道，我想他贴的时候他是没有想到马蒂斯的，但是感觉上比马蒂斯那个野兽派的作品更鲜艳。那因为我不是学艺术的，我完全是业余的，而且自己画的东西到底好坏吗也不知道。当然从一个画画的人，他最大的就是希望人家肯定。当我有一个纽西兰的朋友回台湾，我就给他看我的画以后，他就邀请我到纽西兰去展览。
他说好像最好我去义卖啦，或者帮助侨胞这样子的，那我就欣然同意。那我就那次呢，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有学一点国画了。那天只有五月节，我记得是1976年的时候吧，五月节展览一天，那一天就全部都卖光，80几幅都卖光了，好像参观人都说好得不得了，还要 order， 还要叫我再 order， 因为在那次展览的成功，所以呢我就回了台湾，我就信心满满，所以我就开始就到高雄文化中心去申请，用我的话去申请档期就通过，后来就到美国的文化中心去申请档期都通过，那每次展览都获得很大的回响与认同，所以我感觉是蛮高兴的，蛮有成就感的。作品获得肯定，成就感油然而生，这更是支持林育英精进创作之路的动力。他向前辈艺术家请益，参与各项艺文活动，对于艺术追求的渴望使林育英开启了更宽广的创作之路。有空的时候我就想，我已经差不多10几年没有再作画了嘛，那又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就报名参加那个台北那个市立美术馆，它有那个美术班嘛，那我就参加一个油画进阶班和水彩进阶班。那他多半就上课，他都是比如说水彩进阶班，他就是放些幻灯片，或者是各个有名的国内外的画家他的那个作品，就幻灯片打给我们看，比如说他的画的方式或者那个作品我们看，就从他的各种不同的画家的作品上我们就吸取很多的作画的经验嘛，是这样子。那我就想我也可以把我的画可以跟多媒彩混合啊，那我可以用布用一点，用油彩用点，用亚克力用点，或者甚至于用别的材质混合一下也是可以啊。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它有一个媒派在那叫多媒体媒材啊，那我这也可以啊。所以我想说，哎，是不是我可以跟别的媒材相混合运用一下，看看是不是，也许创造的效果还更广，路可能还更多呢，也说不定。在长时间的累积与酝酿之后，他重新拾起剪刀，拿起布料，开拓了全新的抽象风格——宇宙系列。从具象到抽象，从自然到宇宙，林育英挑战的不仅仅是自我创作能力的极限，同时也开拓了布贴画更大的可能性。那简单的圆形布块，状似随意的构图，却是艺术修养更大的考验。林育英依旧是个自在的创作者，在斑斓的色彩中寻求趣味，在光影的变化里发现快乐。